今晚有一个算一个，工体我请客，干杯。大锤哥，大力，张大锤，你说你一天到晚跟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在一起，你干嘛呀你啊？你算什么人吧？张大锤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我喜欢你很久了。我要和张大锤在一起。张大锤是谁啊？张大锤是我男朋友。你男朋友，好幸福啊！凭什么？就凭我是你爸。我还想当爸呢。